我覺得做緊嘢嘅時候嘅我咧係一隻馬，因為我覺得我嘅工作效率咧，其實如果我肯 focus 嘅話咧，係好高嘅。在家人眼中，我覺得我應該是貓科類動物，因為我有時好惡，好像獅子，但有時我又會粒聲不出，自己病在一邊，好像貓。空閒時候的我，我覺得我是一隻羊，因為我是不出聲，而且自己譬如看書啊，或者自己在玩電腦啊，即是我是很能夠去獨立自己這樣做自己的事，很安靜這樣。有得揀的話咧，我希望我是一隻鷹，因為我很想自由咁樣可以飛，但我又不想別人蝦我，所以我個樣子惡啲就啱啦。